白菜今天早点收摊了哈，把这一份来自北京的特殊礼物带回去跟家人一起分享。走了，大家跟着我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吧。我回来啦，先把东西放一下，看一下我爸妈在干嘛。我们要开始吃饭了。哇，今天是什么菜？我看一下，花螺、虾、虾菇、笋炒肉、小鱿鱼、雪蛤、水鸭猴头菇。今天啥汤？水鸭猴头菇。水鸭猴头菇。阿公，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，耶一下，阿公这里，耶耶。阿公在嘴里有东西。我爸跟我妈好久没有入境了。耶，来，我们要吃饭。我们要吃饭了哈，朋友们。阿公在吃饭之前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呀？你看嘛。我戴个眼镜一下，要不然看不见。我阿公年纪有点大了，有点老花了。你看嘛，好东西。哦，中央广播电视电台。嗯，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快猜嘛，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屁股跑去上位，站在门口跟他犟嘴，同样的歌谣，我继续的唱回。哎呀，春晚等着你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了不起啊！不过我明天就要出发去北京了，今年过年可能不在家里过年了。不要紧，到什么地方过年都可以。阿公说的对，不要紧，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嘛哈。对啊，北京过年也一样。哦，七点了，我要看一下新闻了。我爷爷要开始他最喜欢的新闻联播了哈。我爷爷真的是新闻联播的忠实爱好者，他每天晚上都会看新闻联播，而且是准时看的那种。南方最近呢也开始降温了，不知道北京现在冷不冷哈？还记得上星期北京那会儿呢，北京下了第一场初雪。这一次呢，白菜去北京呢，特意给北京的朋友们带一些伴手礼哈，带来这个是白菜家乡最近刚刚成熟的枇杷，到时候我多带一些过去给你们分享哈。对了，这一次呢我还带了这个五角星水果，白菜家乡的，听说很多北方人呢都只是从课本上了解到有这种水果哈，到时候我多摘一些你们尝尝看好不好吃。还有我特意呢去果园里面摘了一些冬季的龙眼，到时候我带过去一起和你们分享一下我们南方的美味哦。